玲珑轮胎世界排名第十二，在国内销量的排名第二。但是玲珑轮胎最厉害的地方是哪儿呢？它的配套车型非常多，它是国产品牌里边配套最多的，包括在长春建的这个工厂可能马上也要投产了，就是主要给一汽配套的。玲珑轮胎呢，它属于一个上市公司，这几年上升的势头比较猛。玲珑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便宜，它在这几个国产大牌子里边它价格是最便宜的。它的旗下呢包括玲珑、阿特拉斯和利奥这三个牌子。玲珑主打的五星一高产品呢，就是相当于对标朝阳一号，也是属于高端豪华静音舒适产品。由于销量大配套多，玲珑的价格体系比较复杂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，它这个价格体系越复杂，受益的是消费者，所以玲珑是值得购买的。关注二师兄，轮胎不入坑。抖音。